唐嫣罗晋疑似感情不和。唐嫣用五个字回应网友，给他们时间。这一对情侣是在拍一部电视剧，因戏生情。没错，就是唐嫣和罗晋。这一对也是十分的般配，养眼。当时来那个人在一起之后，可是撒了不少的狗粮呢。这一对情侣又开始合作了一部新戏《归去来》，收视率也是棒棒哒。能在一起工作，相信是很幸福的了吧。毕竟作为情侣都希望无时无刻都粘在一起，这一下唐嫣和罗晋可以边工作边恋爱。不过有眼尖的网友们却觉得二人并没有以前那么相爱，那么亲密了。连在片场的时候都是互动一点也不频繁。而且二人同框也是活动都没有了以往那么亲密，要是放在以往，我们大家早就吃饱了狗粮了。当时他们的感情可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呢。而唐嫣和罗晋为新戏宣传的时候一起同框，全程互动很少，而且二人的表情色很严肃，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是怎么了，难道感情不合了吗？连同框的时候都很少了，让大家都怀疑是不是分手了。一杯茶，品人生沉浮，平常心，造万年世界。不过再后来，唐嫣接受采访，被问及到，唐嫣用五个字回应，不想被关注。确实也是，大家都不想私生活被过多关注，网友们听后表示，要给他们时间空间。